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成功推動業界同事了解廚房工作安全的重要性，不單透過比賽令員工了解各種工具的正確使用方法，更設頒獎典禮以作鼓勵。我希望飲食業的同工要積極實踐安全措施，確保家人放心。今日咁多位嘉賓啦，我哋咁多位得獎朋友啦，咁多位場觀眾同埋歌手咧，嚟到我哋嘅飲食業安全獎勵計劃嘅頒獎典禮，中式及一般快餐店食肆組嘅金獎係大家樂北角城嘅，我哋俾掌聲歡迎，恭喜曬，恭喜曬佢哋，就係茶餐廳食肆組啦，太興健威方分店嘅，恭喜曬，哇！仲有我哋小型食肆及食堂。金獎的食肆海王中店浪客道分店，犀利啊！俾獎真係恭喜曬！我自覺分起寫滿你的日記，我太想你，你身上的香味，愛下去，愛下去，未忘想你。就算此際我是貧窮，前面阻礙在。我会制定好安全指引，确保同事明白遵守。